姐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会看起来敢若有心事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就是我病的代志啊。啊，看到你哦，啊，常常在为病的代志烦恼，我真正是足唔甘的。啊，其实你都已经做到这么好啊，啊，是安怎常常在要给家己压力啊？无啦，就是希望家己会当。 表现更加好，会当让爸妈因肯定啊。我知影你想要让爸妈看到你，也毋过我嘛是想讲哦，要好好享受两人世界啊。你常常这么无闲在工课顶面，安尼是会去影响到咱阿爸的感情的。唉，台湾啊，我知影啦。 我尽量找时间陪你，啊，就亲像等谈恋爱时阵共款，逐工拢想要见面，逐工拢就快乐，安尼好不？嗯。咱两个感情本来都是欢喜甘愿，安尼好啊。我即马就出去甲大家讲。 讲咱的代志，拢讲予大家知影，尤其是丽芬。你想要怎样？去甲我的好姊妹仔陈丽芬，来讲我的心内事。袂用的。清秀一直威胁我，要甲代志讲予丽芬知影。伊即马真正愈来愈超过。若是我甲丽芬无囡仔，就算清秀甲代志压压出来，丽芬一定会带两囡仔互相原谅我。 囡仔，就是我的保命符。丽芬啊，咱来生一个囡仔好吗？尤姐，你讲的敢是真实的啊？当然真实啦。咱若是有囡仔，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。也毋过，你毋是讲？ 你无想要生囡仔，佫讲啥物？你无想要做阮当家团圆会的工具？也毋过你敢知影？其实我一直做想要做妈妈的，也毋过进前你就讲你无想要生囡仔，我今日无欢喜，后来就毋敢佫讲啊。歹势啊！ 我之前无想要生囡仔，想要顾虑妈的心情。既然即摆我妈的心肝已经拍开啊，咱就咱照家己意思，照家己的时间来安排生囡仔。我想讲吼，咱若是会当有好消息，对咱两家伙仔来讲，就是上大的喜事啊。 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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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
好啊，你讲啊。
我想讲吼，若是来海边啊，有可能会无便所。我唔在想讲，带你来这做便所。做便所？啊？啊！你是想要先带你去做便所，啊？唔是要你去？你讲哪？你唔是要做便所进去啊？啊！你便所会去啊？我袂。卖后悔哦，我先来哦。哎，你去，你去。嗯，小妹，你怎样？你啊，大哥，你坐下。春仙嘞，哎呦，你别做笨手。啊，你阿婆做几皮啊？我这无参穿衣嘞，真搞西搞的。喂，你公司蛮多搞西叫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很多小妹。你别冲啦！卖我白讲啊！那叫我乌白讲。你就学小明安尼，用手搞个水按起来啊！哎呀！小明，你叫我来了。啊，不是要烘吧？我徛伫遮是要创啥？紧行啦！哎，小明，你行不行啊？去平啊！行，我帮你倒看啦。好，好。小美，好啊啦，卖够笑，是甚物好笑的呀？林春生拢是你啦，你莫讲，你跟伊讲。我讲出来，我大家笑一下，那有要紧啊？等下，那伊是甚物好笑的呀？我已经袂跟我讲啊。伊讲哦，迄查甫囡仔哦，就爱晓保护家己啊。我春生就把车停伫门口口，我甲问清楚是有啥物唔对啊？哈？你无唔对，唔对是春生，你是毋是咧怪春生，要甲你传去美女馆？喂，你不，对，拄啊好就好啊。但伊若真正生气哦，你就害啊你。袂啊，我感觉足古锥啊。啊？古锥？等下行迈时阵哦，我一块肉就无互你食。哇，你个感觉我高水袂？袂使啦，我这个人吼，啥物拢唔惊，上惊的就是无好食物件偷食。哦，那厉害啊！啥物惊炸黑猪肉片啊？我好食嘞，迄是阿姑店的卖迄活菌猪呢，迄肉质偌好个呢。就是讲啊，而且哦，迄唔但好食，食了个会当做安心的哦，因为迄内面哦，拢无抗生素。嗯，那安尼我一定爱食啊。哦，啊你若是要食，就赶紧叫小美回去嘞。我爹爹也大发慈悲，分两块肉给你吃哦。好啦，小美，我拄只无很敢笑你，我甲你回信嘞，安尼好不好？哎，我原谅伊嘛会用的，啊，不过等下你就要付一起会，我才当原谅你啊。这么简单，起会我专门开呢。你讲你专门开啊，我绝对相信啊，因为哦，我一看到你哦，我就后悔大。小美，来，你要什么？我给你倒三缸啊！我要提吧。来倒用啊！免啦，啊，你甲志强唔足好诶，你著甲伊做伙就好啊。啊，若无，等下你缀我来，我惊我啊气甲啊喷火，啊，甲迄肉全部拢烧甲臭火焦，大家拢免食吧。好啦，恁两个去起火啊，我来甲小美倒三缸。好，我先来起火。来。孙啊，咱是要来烘肉，不是要来吃火锅呢。啊，你摕这沙茶酱来是要创啥？吼，你唔知哦，这款沙茶酱哦，是阮兜哦，当年中秋节烤肉秘方啊。哈，啊，恁兜烘肉拢有沙茶酱哦？是啊，啊，大家要烘肉的时阵哦，我妈妈拢有教阮教，用三汤匙沙茶酱，啊，两汤匙豆油，啊，够一汤匙乌醋，安尼放点瓦工内面哦，安尼拉拉的。好，阿姑啊，我李兄介意食甜的，伊就放一寡砂糖。好，啊，我介意食迄种柠檬酸酸的果香，我就另外调一碗加柠檬汁入去。安尼哦，不管是肉尾丝，还是要抹甜白皮筋哦，拢足好食哦。哇，我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出来就要流出来啦。安尼哦，咱动作来较紧的，好。
哎，下当行吧，明仔包过来。好，购买。哦，今仔就胖了呢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声音声音，稳住，不要紧啦。你唔得个设计咧。哎，水仙啊，你卖插话啦，赶紧甲小美到三江啦，好，来，好。哦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来甲你倒退啦。慢啦，我甲你退就好。卖生气吗？啊，我帮你拿拿好不好啊？卖生气哈。来来来，我提我提，啊，带上来好吧，好，好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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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来了，我先回你福利柜子。好。你看完转吗？不要紧啦。我管啊。去打好啊。什么？这肉是好。你敢对伊两个做关心的吼？当然啦、啊，春生哦是我阿兄，看伊幸福，我嘛足欢喜。你甲春生当作是阿兄，啊，不过小美敢那毋是安尼认为。顶下伫保养厂的时阵，你穿春生的衫，小美就做生气啊。啊，佮有拄啊，你跋倒的时阵，春生过来甲你扶。你看小美去到要掠讲啊，哎、欸，你甲春生应该袂遮尔单纯。摸不掉啊！春生以前哦，八加一过我，小妹嘛，我改到三更啊。我就知啊，小妹真正是个奇女子。我讲看慢。你哪考？我就哦，就哈吧，就拜托哎。哦，哇！哎、欸，对啦，我警告你哦，今日哦。咱是来甲春仙跟小美煞作对的，你出门当越帮越忙的。我知啦，我拢准备好了。真的假的啊？当然你有知啊。哎呦，另外，大老板，你无用啊？谁啦？喂哦，我已经替你送去仓库啊。啊，今日那是你家己亲身送货过来啊。啊，这个代志哦，真歹势啦，拢怪我，是我无甲丽华参详清楚。今日我是专工来甲你回信的，真叫歹势啦。不要紧。啊，这个代志哦，真正是我唔对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袂外界。好啦，代志过去哦，都刷刷去啦，哦，你嘛免放在心肝顶。啊，多谢你啊。啊，对啦，尤导啊，你敢有听讲最近公家机关有想要挖这个地下工程，需要大量的铁棒来砍土块这个消息啦？无呢。哎，你若有兴趣吼，你通去试看卖啊，应该是有厘头的。啊！不过政府工程拢足手持的呢，参像我这种小公司，可能啊，你不是有一个就有办法的丈人啊？啊，你就去拜托伊帮你倒讲一下就好啊。不一定要麻烦伊啦。做生意吼，讲究的都是人情事理。啊，咱若去试看卖吼，对咱无啥物损失啊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我就试看卖。嗯，祝你成功。好。是是是，这个是阮唔对，以后绝对袂阁有这种代志发生啊！歹势啦，真正足歹势。好，多谢你，多谢哦。哦，电话，你伫咧甲相公电话啊？你想咧？陈老板。你对我袂放心哦，我拄只才为陈老板遐转来呢。我就是袂放心，
我今日骑到半路，搁把遐货送去，互你摆完钱啦。好啦好啦，来来来来，大家坐啦，坐来讲，好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拄只嘛照了意思，把货轻轻送互陈老板，嘛甲伊回死的啊。啊，人陈老板吼嘛无咧计较啊。你家己讲看卖，是谁害我这尔袂放心？是是是，我甲你保证哦，以后绝对袂啊。那是够有以后，卖讲是恁阿兄的代志，就算是恁妈妈的代志，我拢无爱插。好啦，我知我知。啊，对啊，丽华，我拄只听陈老板讲哦，政府有一个工程需要足侪铁棒的呢。啊，伊拄只电话内底嘛，我安尼讲的。是讲唔知影这管政府的标案，这铁棒需要偌济，是啥物规格？啊，那管政府的工课吼，你都交代我爸得话你咧。爸，啊爸，啊你今日哪会来啊？哎呦，我都来咧关心你这个公家婿唔着向，踏出条窟窿伊无。我咧烦恼，阮一个客家查某囝吼，暗时啊吼，米酒杯烂的，靠几啊无困咯，唔才来甲你关心者。爸，无代志啦，免烦恼啦。有啦，头拄看恁阿奶咧讲话吼，敢那是无代志啦，但是吼，我烦恼无啥放心咧。啊，卖阁讲啊啦。啊好啦好啦好啦，卖阁讲啦卖阁讲啦，两个人好好就好啦，是讲吼。那少年人哦，要冤家嘛爱看场面，对不对？今日喺公共场所咧冤家，你敢知？迄天阮阿伫餐厅甲恁母啊两个人要行出来，几百人看阮两个，妖神哦，吼，阮偌无面子咧，你知不知？好啦，那咧以后阮若是要冤家，会选一个好所在。嘿嘿嘿，别，上好卖冤家嘛，冤家吼。好，这，我来讲。他拄仔恁去讲着讲迄个管政府的工课了，来放心，交代予爸，爸出马管政府的工课，稳妥当的。嘿爸，你莫讲一个样就生一个囝，啊，代志拢还袂不清楚呢。什么不清楚？啊，管府招标的工课，迄都稳赚无了，你是咧？你莫冲崩啦！啊，这阮拢无清楚，迄代志到底是安怎，先探听一下啦。我煞唔知，你看我无，我跟你讲，我是议员的助理呢，哈、啊，管政府我是敢那秘书咧行走脚咧，为馆长上级甲工友，大家我倒一个无熟悉啊，哈，那爸出面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爸，嘿，啊这个代志哦，我看也是要麻烦你啦。是啊啦，是安尼啦，你是我的丈人，是我的时段呢。啊，阮做事细哦，那好意思麻烦你出面处理。我再讲啦，政府工程的招标一定会抽上，我是惊你为难。干嘛呢？我咧看吼，你是咧烦恼讲我无材料去摕到这个工程哦？不是啦，好好好，免讲免讲免讲，你故意忍啊，话还袂讲出来，我就看到你的脑筋啊，看我无嘛，对不对？看这个丈人爸无气无材料去摕到这个招标的案，好，我录出来，当然敢嘛甲你挂保证。管府招标这个案，我绝对甲你退得个，互你趁钱趁甲爽歪歪。哎，爸爸，小妹姐，小妹姐，啊你，好啦，你莫冲动，我安尼啦，你先去趁下钱。看即个即个工程伊个数量啊，伊个计销，伊个时间安怎？啊，探听清楚了，阮才来决定要做还是不做。好，标管我看过，你拖拖嗦嗦。阮爸就是安尼啦。安尼哦，我再烦恼啦。啊，我做生意哦，和恁爸伊讲，我是惊会有人讲伊呾话。我再讲啊，恁爸做代志哦，大卡大就想过阿三哩啊。有时阵哦，会无注意到一寡咩咩角角，太得势人。你讲的真有道理，啊，不过伊即马只是先去探听一下，嘛不要安怎，莫遮尼紧张。哦，这就坏啊！
小美，你阿姑的猪肉真正足厉害的，我食这大汉，第一次食到这么好吃的猪肉。知影厉害就好啊，后盖哦，别个后边讲话欺负小美啊。小美啊，后盖之前哦，那你阿姨生气，你要摕火炬珠哦，甲太爷嘴啊。我这无爱嘞，我靠无这么偷。真系生气啊！老师，好刚才你拄啊有教我用沙茶酱调出沙茶烤肉酱黄金三比例的配方，以后若是食袂着因阿姑的猪肉吼，我就用你的配方来烘吧。别讲我遐尼可怜，好无？来啦，这上尾一片哦，留予你食啦，哈！来来来来，一片哦，来来来，阿姐姐吼，麦当好收收的啦，哈！哦，阿姐姐哦，等者真好算真特别节目。啊，可有这本哦？有哦。我想来解释一下，哎，你看，我家有四张牌啊，我等下洗洗吼，分给大家。啊，四个人轮流做司令官，啊，司令官的话吼，拢袂用拒绝的哦。譬如讲，啊，你等下摕个牌啊，来给我拍暗号。拍暗号？是啊，你看，譬如讲你摕到这张，你给我比安尼。啊，若是摕到这张，你给我比安尼，那安尼就剩二号甲四号。啊，若是因抽到二号甲四号，你若是司令官，你就能控制二号甲四号做任何代志。哦，所以你安尼做，就会当哦，小美甲春生做任何代志。是啊。哦，听起来真趣味呢。啊，不过哦，那春生若是歹势做。咱只计划规波嘛拢无路用啊！这简单啦、啊，你等下偷偷去讲咱的计划吼，甲小美讲，你想小美有啥物反应？啊，会当创治春生，一定就欢喜的啊！唔啦，欢喜，搁有足侪福利。哦，哎，你讲吼，咱只要参加促销会呢？知啦。好，那今麦我想来做司令官，后一个是有春，你是第三个。你想买啊？好啊，好，来开始啊！好，谢谢。啊，我是司令官嘛，所以我选二号爱牵三号的手。我是二号。哇，我三号呢。你爱牵伊的手啊！啊！哎，袂用绑啦，袂当绑哦！啊，无爱牵偌久啊？春生，啊，轮完一届才用绑的啊！哦，是安尼哦。进来。看我好啦。哦，我有错的。来来来，好，就紧张的你。来来来，来，好。那呢，我要二号，啊，个一号，扁贴脸号啊。哈？我是三号，四号。我二号啦。我是一号。可是你两个哦。进来啊，林铁脸，林铁脸，嗯，进来啦。好啦好啦。等，我感觉这个我们在助兴哈，跟他生两个，啊两个都稳着，哪有多好代志啊？喂，林春生，你今晚一出是讲，你跟我手牵手，脸贴脸，你不是蛮爱笑？啊不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当时就欢喜。我讲什么啦？没事。好啦，紧的贴好。紧。来，小美，娃娃，来。来。Thank you.
听到啊、哦。哦，嗯，玉顺，吞来出来哔哔哔哔哔，阿哥你啊，你哔来哔去哈？我哪有啊？你看白啊？哎，小妹，你是咪嘛知影？知影啥啦？我啥物都唔知影啦！啊，继续继续，啊，二号甲一号小金啦。二号？啊？我是一号呢。哦哦。哎，讲出来的话就袂当收回去哦。啊，这，哦对不？哦，对啦，袂当收回去，一定爱金，对不？一定爱做，紧嘞。哈，哎呦，你讲的呢？啊，医生，歹势，请你接过去。我期待啦。我。哎，小美，歹势哦。等等。先生，你我泰哥，我第一个真查甫人呢。什么泰哥？这我初吻呢。哎呦，高志强，你嘛就嗨呢，甲春生的初吻收走，那你小美是安怎啊？啊，对啦，春生，你的初吻应该爱哄小美才对。来，我给你去请。哎呦，像啦，泰哥滚。好啦好啦，麦胜啊，咱带个要放天灯呢。啊？我要放天灯？是啊，那是今仔日的重头戏啊。重头戏什么意思啊？啊、来，你对我来，我等下偷偷解水给你听。来，小妹，哈，今日有欢喜无？真欢喜的啊！拄只春生看到迄志强要进门的时阵哦，好贵人哦，我超贵啊，要保护我呢。这个表情哦，春生现在就介意你，今日给人家招呼啊，真谢呢。正常哦，我穿短裤的时阵哦，伊卖穿衫哦，搞暗起来，惊我去互食豆腐。小妹，你真足幸福嘞，春生哦，足不好料。好。咱等下吼，起毛笔，甲我蒙写伫个天灯顶管哦。哦。啊，甲起火，互天灯飞去。啊，天灯若飞去，就代表咱完工。当达成了，所以等下写歌文的时阵，你要想我清楚才写哦。好啊。好，那你哦，我来帮吧。哦，我来倒茶缸。我嘛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坐来，坐来，坐来。哎，啊我。来来来来来。没事。哼。哎，咱安尼做刚好哈。当然嘛好啊，要有查某囡仔欢喜真少，大家想要想起，就甲这个西瓜同款啊，先也一挂盐，加起来比较甜。我小心回到的啦，春生，你看啦，去替我亲亲的啦，就卖呢。喂喂喂喂喂喂，你是无正骨刮好未啊？哦哦，拍死，我随后随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也别打啊，别打了，哼。小妹啊。你哪不继续搬了啊？都让我给搬的啦。等下。哎我。
嘛足贪心的呢，去人家事事顺心。我本来就是一个足贪心的人哦，我见我外公收债，一个天天写不下，所以我就写事事顺心啊。你写平安健康，这外公对你来讲嘛是不简单了吧？总经理，虽然已经分开啊，但我会永远祝福你平安健康。你无烦无恼，无忧无愁。你的体贴，我问你哦，你顶悬吼，我画一个猪头，是因为你巴肚够枵啊，还是你希望永远都猪肉通好吃？林春心呐，敢讲我伫你的心目中，啊，敢配六单，还够有足够食，就无其他代志了。啊不，你卖想去啦，我只是好奇问一下尔。那只猪头就是你呀！干来，好叫我受气，大公猪！哼！哎呦，好啦，卖生气啦，还卖安尼啦！哎，为你创造一个温暖的手，为你刮走所有的哀愁。你看我的。人看天气甲月亮，陪着幸福快乐。我好想对你讲话啊！你坐电话啦。你蛮滚！哎，安总，我是爱情军师北拜访。今后今后，多谢你啊。没啦，那呢？你要看伊在家耍浪漫，还是要跟我来制造浪漫？你很油嘴滑舌哎，真无聊哎呢。讲真笑呀，来看看。喂，林哥，吃啦！多谢有金兄，别客气。高辉啊，阿今仔还咧放假，阿临时又约你来阮家，安尼食物件，可咪影响到你去约会啊？袂啦，我嘛无啥物约会。啊，少年人放假无约会，安尼唔对啊。安尼早知影哦，都甲亲手约过来，阿大家做伙开讲。亲手嘛，我都过来。伊今日爱上班，做百货公司啊，就是安尼。别人放假的时阵，就是因上无闲的时阵啊。啊，恁两个即马感情这么好，你阁知影伊当时无闲，啊，当时爱上班？离婚啊，你就卖阁问啊，你无看伊这样歹势啊。亲秀是我的好朋友，啊，家辉就参照我家己的亲小弟同款，我当然卖关心因啊。家辉，那就讲出来嘛。
安怎？你是歹势哦？唔是啦。哎呦，只是我甲亲属关系还未完全确定啦，所以我唔敢讲啊，伤大声。啊，不过我想，伊应该是玩一下秀我的感情啊。哦哦哦！真实的哦，啊，你来知影？因为顶届我送伊回去的时阵，伊已经无参照正前安尼故作我，所以我想，阮做伙应该是早晚的代志。安尼真好啊，恭喜你哦！多谢一张福临。可以啊，大波人哦，上要紧的就是成家立业啦。啊，你即马在病院的工作也算是真顺利啊。刷落来哦，都要赶紧找一个看守来照顾你，安尼人生才有美满啊！我知影，就是讲哦，啊，既然都已经有对象啊，归去，较早结婚，较早生囝，啊，两个人做伙来拍拼，啊，你若是会当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嘛才会当放心嘛。顺然嘛，啊，你讲到秘书敢那家辉是你的后生同款，你是敢人放心啥？哦，无啦，咱两个遮尔啊甲栽培，伊就袂输咱后生共款啊，啊。嗯，嘛是啊。家辉，你都要赶紧结婚生囝。你看，侬幼稚哦，甲离婚，即妈妈当咧拍拼，你赶紧互阮抱孙呢。你若是无做唔到代志，敢会惊别人讲你的歹话？你莫来胡白讲。我哪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家己行为就要较注意的，若无到时阵，若是伤害到离婚者，还佫有咱病院的名声。你唔免讲个遮尔好听啦！你这人就是够八卦，一讲到走院长佮院长夫人面头前讲我歹话。看离婚者佮友情兄，即马嘛是好好的，佮计划要生囡仔。我看，我是卖乌白讲话好啊。是啊，尤志兄甲离婚子生的囡仔，一定是真古锥的。妈，我甲离婚的想法啊，拢是同款的，我会继续拍拼。希望真紧就有好消息啦。一定的啊。尤志兄，离婚子，我祝福你早成贵子，家庭幸福。多谢你啊。来啦，金龙英，唔免客气。来啦，坐下。今仔有甜诶，今仔就甜啊。什么两百万啊你啊？主管啊，无你嘛要差不多的。啊，这种的规家才这个量，啊，你存嘛是要叫人做了钱的。无法度啦，啊，拍出来医生就安尼安尼啊。迄无材料接啦，啊，搁提示我啦。歹势啦，我无迄个权利啦，干那有两百万啦。哎，啊，我都甲你讲到安尼，啊，真正面子煞拢无啊，啊，真正是要安尼。哎哎哎，大舅兄，啊嘛甲差不多哩，好无？甲人讲大事，就讲甲咧气愤愤，你无甲你讲，人阮主管故意人呢。哎，主任啊，那阁是你啦。哎呀，我著专工来，你哪咧？我讲啊，唔通讲连公家机关吼，你都要甲欺负啦。到时阵你唔惊讲我甲你斗去恁王董的遐哦？你真正敢？我来唔敢。哎，这话若传出去吼。后摆啥物人敢甲你做生意，对不对？主管，来来来，我今仔日来吼，都是专工来要提这个标案的。大孙爷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大孙爷，今日记得来到车啊，对不对？面子麻烦你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今日按今日你若想要接嘛，做恁愿意赔啦。啊，你就尽量做较细，阮看咧哈。对咯。到新东哦，做到哦，下去下行呢。啊，放心放心放心。阿叔。好好好，哎，嘿，拍手拍手，哈哈，无送哦。主管，我知你爱泡茶啦，啊，
你杀条乌龙的，这给你包，这给你包。做咧，多谢啦。对啦，啊，你拄只讲哦，要接这个彩钢案是真的啊假呀？你当作我跟你讲笑的哦，你就知影阮家婿吼，都是咧做这道的。啊，丈人煞免少替阮家婿吼铺一个啊路咧，布一个互伊赚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哎，主管，啊，这个彩钢案的这铁棒的内容是安怎？好，来来。来，这哦、是这届彩钢案的合约书啦。好好好好，你看卖啦。内底哦，有关于这件工程彩钢案的细节，拢写甲足详细啦。啊，你着爱哦看清楚，看了哦再来做决定，看要接无啦。哦，200万呢？接落后迄落唔接的。主管，我跟你讲，这条你着做你互我就好啊，唔免阁互别人啊。这200万。老六，阮家晒炭。刘出来啊，你甲我哦，咱算足熟的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讲哦，我才要提醒你，你都要看清楚哦。200万是含成本哦，唔是拢赚的哦。你哦，敢无要转机哦，搁甲恁家晒参详一下。免啦，主管，你当作我啥？咱包工程、标工程，这我都专门的，我内行的，我煞唔知。200万当然不是总赚的，啊，这赚多赚少，即马就看少年阿公因安怎去处理这工贵啊嘛，对不对？丈人把牵生理给仔婿做，仔婿唔敢嫌少啦。就出来，你真正要冒这件彩钢案吗？唉，主管啊，你拢安尼信用我未够，若出来甲你当面看我挂保证，绝对让你袂浪费。好啦，既然安尼哦。你著将这份彩钢铁棒的合约书吼，提转去予恁囝婿吼看清楚。啊，到时阵若有兴趣哦，你才带恁囝婿来甲阮拍契约。绝对有诶，放心，我转来吼，随带阮囝婿来才甲你拍合约，对无？是讲，感恩啦，哇，主管安尼对我真好安尼。林哥，我就请你好好食一下饭咧。照你安尼讲，这个管政府伊是无管，啊是你派出所可能了钱啊。好，好，我知，多谢你啊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。你已经找恁爸讲管政府这条可能了钱，免去探听啊。干嘛呢？这是我拄着探听到的，你看嘛就知。哦，啊，这行李真正袂当做，我会赶紧去甲阮爸做动。哎，刘啊！哦，看伊笑到安尼，真是害啊！有咯，刘啊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著甲你讲，我六出的村嘛。绝对这个招标的工作马上就甲提上来，你甲看，200万的合约书提上来要让你签吗？哦，安尼你就未看我这个财神爷看无起哦，200万。啥啦？啊，你丽华，你无代无事，你甲我吐大亏。爸。啊，你敢知影这合约顶关要爱铁板偌大？啊，就参照咱到外口迄个大楼遐尔大呢。而且迄高度爱5公分，真正就歹找诶。啊？迄铁棒也歹找哦。嘿啦，爸，参像哦，这么大个铁棒来做新诶，会真贵咧。嗯。敢来当用旧诶啦。啊，这么大个铁棒哦，敢来大家存在有。嗯。啊，迄不较简单。啊，你较早毋是咧拆存诶？啊，不过爸，这么大块铁棒哦，一定真重，一定爱用大台诶车哦来载啦。安尼有过哦，会变足悬的呢。啊，若是规个计是接落来，可能会了钱啦。哈，迄200万安尼，安尼咱了阁无在了赚哦。真正是外行人做内行代志。够水。有影啦，我外行啦，恁较敖啦。迄替你去共拜托，啊哒哒哒哒摕转来，你阁唔签，啊我时到转去阁共讲。我唔得阁去用洗面，
吼，教书也爱好心叫如子，真正有影吼，挂手刀嘛，有食到叫盐造成。唉，好啦好啦，我提来现金啦。爸，哎，托，你想要做啥？对啊，你想看卖？这么大的铁棒哦，会当出货无几个，咱若是接落来做，一定会当互人重要。尤涛，这款吃力不讨好个了结的代志，你千万袂当做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袂当是你吃力不讨好啦。我是感觉会当试看卖啊。啊，做生意哦，袂当干那看眼前的利益，眼光哦会看较远的。看人真是了结生意，讲啥物看较远的？这家都无搞过什么拍过。爸，我今麦对你去，干强了，好。啊，就我这个家财较好，对不对？甘愿了钱，就顾这个丈人爸的面子，赞。尤涛，你想要顾我爸的面子，我真感谢你。啊，不过你嘛爱顾咱家己的腹肚，这了钱的生意是千万袂当做。这段生意哦，不一定了钱啦，就准讲是了钱输啊。嘛，对咱伫咧这业界后面先有帮助啊，安那算蛮好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找袂到这款的铁棒，啊，那安尼唔难赚袂到钱，咱的名声嘛会拍歹去。我相信我是找会到的啦。我不准你去冒险！你不是讲过啊？你别搁做我袂放心的代志，啊？丽华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啦，哦，别烦恼，爸。那今晚来去，好，别听啦。丽华，当你是安那啦？啊，当囝婿在听我，啊，你是我的查某囝煞在躲。无啊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啊？谁在恁啦？那你出什么代志？你家己想买啊？哼，行，慢走，慢走，来，别管了，别管了。有一个人完全没来找我，伊真正想要跟我分开是无？一定是有姐，进去啊！啊，家辉，来得济啊！我有早起九点醒来，给你。听讲啊，这间店的物件超好吃的哦。多谢你。袂啦。清秀啊，你的面色无啥好呢，是不是身体无爽快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无代志啦，可能是睏无饱。那无我替你抓抓。啊，唔免啦。哎，家辉，啊，你今日来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哦，你顶个唔是讲找一天咱出去行行的？我想讲过年刚是咧放假，咱会当出去佚佗啊。不过是我放假，你无放假，安尼无方便啊。袂要紧，我会当请假啊。你为着要出去行行的请假，安尼刚好。你放心，尤志兄佮丽芬姐因了解，因拢支持起咱。李尤志，你无爱来找我是无？那安尼我就继续佮家辉做伙好啊。好啊，佳慧，那无咱做伙出去行行。那呢，你想要去倒位？
我等来啊。看你的表情哦，就知影你一定是死给崩。早就跟你讲过啊，遐尼大个遐尼高的铁棒，不是路边凊彩就，看你要去倒位找。丽华，我知影你是为我好，替我设想。啊，不过我想着，爸大概想要跟我斗三工，都无结果。我在想讲，把这个案件接落来啊，让伊欢喜一下，嘛让伊面子啊。莫摕阮爸做借口，进前不是搁咧去？我也是讲真实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是莫讲爸的代志。啊，这个案件哦，目前无人愿意接呢。咱若是做了好，那就证明咱公司的能力。安尼哦，咱伫个业界有名声。要再进入工厂，就更加有机会啊！这案件无人愿意接，就表示无可能会趁钱。我是不管以后要怎样证明咱的能力，非得即马就是稳了。我问你，咱的资本是偌济啊？哈？笑啥啦？我就认真跟你讨论呢。哦，丽华，你敢知影？我接这个案件上大原因是啥？是因为你啊，因为你哦会替我控制成本，啊，就算会了，嘛了无偌济啊。安尼哦，我有甚好惊呀？看来遐讲好听。而且接这个案件，唔那是要证明咱公司的能力，嘛是为着爸爸面子呢。咱若不爱接。爸面子要放倒位啊！啊，刚刚你爱别人笑伊，讲伊囝婿气含伊，啊，甲伊无放入眼内啊！好啦，我知影哦，你搁咧生气，今日哦，我困客厅，好。我也无讲我咧生气，你唔免困客厅啦。真是嘞！我真感谢你愿意替阮爸设想。其实我嘛无想要讲为着这个代志害咱两人冤家，去破坏着阿公阿母的感情。对啦，害咱冤家，搁无赚着钱吼，这才真正是算袂好。对啊，真正就多谢你这么支持我。同你讲啊。阿妈无共心，黄土嘛变作金。咱做伙加油。尤涛，你看安尼好不？咱来找实习手商，请伊食饭，大家做伙想办法。即届飞姐电视广告就要真成功。广告出来以后，伊的销售量提高真多，我对伊的表现真满意。这拢要感谢总经理哦，对阮这对 partner 的信任啊。是啊，总经理，你有我这个新人哦，有真大发挥的空间，让我感觉我来这间公司足幸运的哦。命运甲机会，拢是靠你家己去把握。接下来，我就要交予恁一个真重要的任务，我要将咱公司的大客户交予恁处理。没问题啊，不管是什么客户，我跟尤顺都会用我上专业的态度去跟伊合作的。啊，那安尼公司的大客户是倒一间啊？大众百货啊，咱公司以前就是靠大众百货起家。哦，总经理，啊，那是大众百货，我惊我的经验无够，啊，做了无够好，会得失到客户呢，让客户不满意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放弃啊？是啊，我愿意把这机会哦让给别人。李有纯，你敢真正认为你这广告设计会当跟客户？总经理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对你目前的表现有满意，我才给你这届机会。啊，你拄则唔是讲你真感谢我给你机会表现？总经理，有纯伊是求好心切才安尼，我才跟伊讨论一下。好，我就给他一段时间考虑。
帅，你对我甲总经理安尼讲话，真足袂头脑的。我是无想要接这个 case。你毋是无想要接这个 case， 你是今日去大中百货会拄着梁总经理吧？我对我未做好准备，要甲伊见面啊。高志强，你敢袂当找其他的广告设计跟你合作？你是我的 partner 呢，是安怎我会找别人？李浩顺，你莫这么紧就放弃啦，咱去提案也无一定会拄到梁总经理啊。而且大中百货这个 case 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呢，你若不知影好阿爸，你就规气莫做。袂用的啊，我一定要做广告设计啊。既然安尼，你就做好准备，莫阁多骗啊。你看，这真的是足水的哈。好啊，那咱后回放假的时阵，我就带你去。嗯，好啊。安尼哦，我想要食海鲜大餐。好啊，安尼哦，咱咪当进行咱的生囡仔计划。你来。梁姐，你找我。佳慧，这是急诊室的文件。当初就已经陪好谁啊？啊，多谢你啊！没了，这样。啊。刘文姐，你要出去佚佗啊？是啊，后个有事哦，在研究讲哦，放假时阵会当出去倒一耍。啊，敢袂当借我看麦？啊，好啊。来。哇，这水耶！安怎？啊，你嘛想要出去耍啊？是啊，我明仔载请假，想要带清秀出去行行的。你明仔载要甲清秀出去行行的，袂歹嘛。哎，这是我头一届甲伊出去约会，我当然好好准备啊。我希望会当和伊有一个美好的约会。啊，这是你甲清秀头一遍约会，安尼真正是足重要的呢。原来我安尼啦，明仔载哦，你先过来找我，啊，因为我较了解清秀，我会当替你准备一挂哦，伊爱食物件，安尼到时阵你的约会买得较顺利啊。离婚啊？啊，不是你去约会，这么欢喜要创啊？我当然嘛欢喜，家辉哦，就亲像我家己的亲小弟同款，啊，家己的小弟要交女朋友啊，我当然嘛爱欢喜啊。丽芬姐啊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我等一下下班了就会跟伊出去啊。你可能袂赴挑准备啊。英儿，你要出去？你要过年啊？是啊。真实的哦。那呢，恁就会住同一间房间哦。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是。哎呀，是亲像讲，迄间饭店真好，想要带我去看卖。是倒一间饭店啊？世界大饭店。一间饭店是我带伊去，我看清秀根本就超过伊。这是我头一届甲伊出去约会，我真正足紧张的。你唔免紧张，啊，清秀哦是一个真好斗阵查某囡仔，你只要诚心诚意的对待伊。你总有一天哦，一定接受你的。多谢刘文姐。啊，刘文姐啊，这个旅游书敢袂当上啊？我想要看卖，阁会当带去倒位。当然嘛，无问题。安尼哦，我就先祝你约会顺利哦。多谢你。小高嘞，拄只总经理叫伊去会议室，去会议室做啥？嗯，敢那是要讲要甲大中百货的 case 交伊甲财管来做。啊，大中百货这个 case， 总经理不是讲要交我甲姚顺吗？
我都唔知影咧，是毋是恁态度无好，何总经理无欢喜，所以伊唔才临时甲你换人。志祥，刘春。总经理，啊，你拄则毋是讲要甲大众百货的 case 交阮吗？那雄雄要换人啊？我是看姚春吼，伊对家遐无信心啦，啊，我嘛无想要勉强伊。啊，毋过拄则大众百货的人敲电话来，讲有看到即间飞捷电视广告，指名爱恁制作 A 伊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恁两个一定要将即间的 case 接落来。我是无问题啊，啊，毋过姚春来看伊敢有勇气啊？总经理，敢会当请问一下是啥卡电话给你啊？啥物人卡电话来，敢有遐尼重要？因即卖认同的是你的能力，你着应该好好把握。刘春，你毋是讲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广告设计？啊，大众百货这个 case 会当让你学到产品包装，买到学到要安怎替品牌做形象，你要勇敢向前看啊！既然对方拢已经指名，我嘛无理由推辞啊。总经理，我一定好好做，袂让公司顾客失望的。好，我期待看到恁两个之间的表现。若是有拄到啥物困难，马上提出来跟我讨论。无问题啊，多谢总经理。多谢。怎啊？想通啊？我嘛唔知道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。你莫惊啦，咱是 partner 呢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袂帮你一个人去面对。玉姐应该知影我要甲家辉出去佚佗的代志。唔知影伊有啥物反应？副院长，你总算接电话啊！有什么代志？我银行要跟陈家辉做伙去佚佗。哦，安尼啊，又安怎嘞？嗯，恁要出去佚佗，敢需要讲给全世界人知影？不了。有什么代志？我今日听无清楚，我银行要跟陈家辉做伙去饭店过暝。我听甲真清楚，家辉已经真欢喜甲你分讲啊，恁是要去世界大饭店过暝对无？我知影房间内底有按摩浴缸，而且佫有软设备，洗到上红脚嘞，有真浪漫哦。啊，你甲家辉啊，就好好享受啊。安怎？无代志啊？无代志，我挂电话啊。嗯。刘姐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一点钟以来，你若是无来找我，你就永远记袂着我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清秀，你唔通做甚物戆代志呢？你放心，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。我会把咱的故事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写落来，我会让所有人知影咱的代志，我会让大家知影你是安怎对待我，你是安怎伤害我、放肆我。七九，喂，七九，七九。
时间已经过遮尔久啊，新秀哪会还袂来啊？歹势，借问一下，敢有一位谢清秀小姐打电话来，讲要找陈家辉先生？无咧。借问一下，你的公共电话伫倒位啊？伫边咧。多谢你。喂。也无接电话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是去因家看卖。我若是一离开，亲秀就来啊，安尼阮两个人就少出路啊。清秀的真正出什么代志，恐怕影响了我前途。拢超过一点钟啊，清秀还未来，伊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啊。李幼姐，情况真正这么凶，我都已经安尼讲啊，你还是唔紧参我事？秦秀。开门啊，秦秀！李幼姐，你也是来啊？秦秀，紧开门啊！是我，秦秀，紧开门啊！秦秀，你听到无？紧开门啊！李万总吗？李万总。我这么做什么狗台子吗？不管。好佳哉，你即阵来啊！要若无，咱两个的命运，就会甲即马无共款啊！你到底是要创啥？你毋是甲我讲，你甲陈家辉做约会，是安怎？要安怎甲我吓惊？你敢毋知影？我甲家辉出去，是为着要去你。杨哥，你竟然拢袂生气？你根本无把我放在心肝内，你只是跟我讲过话，拢是你骗我的。我无生气，你哪里跟我吓惊？根本就逼我来找你，你真有够厉害的。你就是我真好欺负是吗？
是要让你知影，你若是真正放杀我，我就会把咱的代志讲给所有的人听，不是你再试看卖。好，那我你较冷静啊，莫生气，啊。你莫搞卡，你今日若无把话讲清楚，我就去找丽芬，我就把所有的代志拢甲伊讲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咱即马阁袂当做伙啊。我若是你妈离开丽芬，我就什么拢无啊，安尼是要怎让你过好日啊？我拜托你，过我一段时间，阁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啊？我不是无给你时间，要唔可我去找你？你拢无爱睬我，你无爱接我的电话，你只是跟我讲的代志，拢是在欺骗我，我无头阁忍受落啊！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？啊？我妈甲幼兔因阿母，即摆已经知影咱的代志。我袂当让因知影讲，咱即摆阁继续做伙啊！而且呢，你咧逼我，我真大压力，你知无？我唔知安尼想逼你。对不起，要唔过我刚刚，你可能会离开我。清秀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啊，不过请你站在我的立场替我想一下。你就知影我心里是偌大压力啊！你是全世界上爱我、上了解我的人，你怎么真不甘？我真在痛苦点无？啊？我不相信，你讲甲你讲白贼对无？我不是陈丽芬。我无意这么好骗，我到底安怎做，你才愿意相信我？你什么讲啥？我都无愿意相信啊！是你，是你利用自己搞害个安尼，你害我受着这么多委屈，害我受着这么多折磨，是你，你想要搞害个安尼，你哪会这么巧鬼，这么混蛋，你害他安尼对待我？真秀，你较冷静啊！你较冷静好不好？玉姐，我现在，我唔是条工的，现在我嘛唔知影我想哪变个安尼，要唔过我现在就惊，我就惊你会离开我，你会无爱我，玉姐。我敢想买你到底外省古币，麦克，啊！清秀，清秀，你有爹吧？清秀，敢讲清秀无爹？那你也走去倒位啊？清秀，等袂到你，我真烦恼咧，请搁我联络家辉。
我爱的人不是伊，是你。我是足后悔，我后悔我当初啥拢要跟你做伙。清秀，我知道你真艰苦，啊，不过你听我讲，我总有一天会当和你跟我手牵手走出去，光明正大跟大家讲，咱两个是做伙，我一定做到够。你相信我，好了，时间不早，我要赶紧回去。阿罗，离婚啊，怀疑，恐怕咱以后都无什么机会当见面啦。清秀到底是走去多位啊？我是伫只等看卖，无听到伊真紧就转来。好啦，伊送到遮就好啊，我家己转去。不要紧啊，我陪恁开车。有请啊！我请你头前。玉姐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莫让我担心过。那无，我会走去找你。好，我知影啦，紧等下。我就是无想要离开你啊！你敢有看到迄个查某人生出什么款啊？无，我可能是看到伊穿白色的衫。对啊，清秀，我迄天敢若伫咧电梯内面看到你啊，你是不是嘛有去饭店啊？我这么无闲，哪有时间去饭店啊？我来迄天，我真正无看唔到，清秀确实是有来饭店找尤志兄。你听我解释，跟我什么好解释啊？你，刘静，你完蛋了！刘静，你哪会当对秦秀做出这款代志？你是有报人的，你安尼做，敢对会起离婚契啊？敢对会起对我讲伊的夫人？家辉，你来骂都骂我，这跟刘静无关系。我确实是应该骂你。你只是爱我，卖我袂怀疑。爱我，卖甲你牵拖入去因婚姻的代志。结果呢？结果你即摆在创啥？
卡威，你听我讲，你给我点去。我知影真相，是不是你有一只笨手，对你讲一挂好听话，甲你骗？骗你讲，伊甲林坤姐离婚，然后就会娶你，对吧？伊无骗我，这切拢是我欢喜讲完的。你是安怎会这样戆？这属于一种卑鄙的小人。你是安怎要替伊讲话啊？是我爱伊，伊是我伫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。真是安尼话嘞？我到底算啥？高辉，其实嘞，我向来对你都无任何感情。那安尼，你是安怎要答应我？答应要跟我约会？你敢知影？自你答应我迄天开始，我有偌期待，大家拢在笑话我，一直支持我。结果呢？结果你给我伫饭店讲我呆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无爱接。我去恁家找你，嘛找无你的人。你敢不知影我有偌烦恼呢？是不是出什么意外？还是伫咧厝内破病，无人知影？原来，原来你是甲这笨手伫只约会。嘉辉，我嘛无想要骗你，我还有你厝。那是我无想要让你失望。我的心，我的心，去给你等在涂骹，让你等到水果果啊！我知影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。哎呀，不过讲实，都是我都勉强的。我的人是幼稚，不是你。我真想，哪个讲啊？昨日跟伊只有相卡打相嘴的人。煞无介意我一个，规个心敢若爱你一个人。你是安怎无介意我？煞要对我这样好，害我误会，是安怎你讲我清楚？因为我就是要让尤志吃醋，所以我利用你，我挑衅约你出来约会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安尼对待我，你安尼讲。你是为着要保护你，有直接不收掉吧？想到我到一阵安怎讲，你拢无了解。这一切拢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做唔对代志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对啊，做唔对代志的人是你，唔对啦，是你。嘉辉，嘉辉，李有志。你这笨手，你到底想做欺骗亲秀？老婆，你哪有可能这样对待我？你讲啊！你这样单纯，这样善良，哪有可能做别人第三者？各位，你看你只听我讲，就像你说的这些粗暴，我嘛是头一间呢。你阿妹啊，你阿永远拢袂啊！你得相信我，相信你，你个骗子！嘉辉，你骂你啊！嘉辉，李有志，你这骗子，什么叫做头一间？我第一下在饭店，就怀疑你对不起来我姐。阿哥，之前在贵宾室的时阵，我看到亲手在哭，你到底想怎欺负你？嘉辉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嘉辉，你笨手！你笨都怕？弟弟，嘉辉，你笨怕？亲手啊，你可清醒好吧？这人就是这骗子，伊自头到尾拢在骗你。我一定要把伊赶离开你的身躯边。别怕了。啊！别个怕，大家辉，你还是别怕，要怕我。青秀，你别讲这么笨话好吧？这人是都是在表讲的好啊。我真是都跟你讲过了，我已经把你当作是亲兄弟看待。你退休我，我嘛已经拒绝你啊。谁让你到这阵，也是唔肯放弃我？因为我爱你。其实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你害我，刚刚我就应该来接受你。我不爱上，那是我的自由。你无资格管我，你嘛无权利伤害我所爱的人。其实，
你敢不知影你即马讲的话有偌残忍？你知影无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真残忍的人，我无爱你，不管你要怎对我好，我也是袂爱你。这是我的选择，跟友情无关系。你若是要骂，你要拍，你就找我好啊，莫再找友情的麻烦。来啊，我人就是这，叫你拍，来啊，你给我拍死，来啊！真是好难活吗？我这么爱你，哪有可能拍你？我是不是跟你生活一世人？跟谁共享？你怎么搞上？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！秦秀。真是话，你咧气气，若是聊讲，早找离婚，讲咱的代志是要安怎啦？你是，你有这么敢离婚是无？你有这么敢知影是无？上好是甲辉甲离婚讲，甲咱的代志拢要拿出来，安尼你就会选择我，你就会当跟我做伙啊？秦少，秦少。想怎么理由啊？想怎么还我婚？想怎么还我婚？啊！做咩骗我？是安怎要利用我？可恶！可恶！我哪有啥秘密呢？今妈都无愿意留伫我的身躯边，一定找借口、找理由，都是袂跟我做伙。我真正不知影讲。你到底把我当作是啥？你根本都无了解我的感受，你啥物都无了解。你若是会当亲像你安尼这么关心我，这么疼惜我，你知有外好嘞？唔对，亲像是迄种会破坏别人家庭的查某囡仔，而且伊阁是离婚姐好姊妹啊，伊袂安尼做。伊绝对袂安尼做，这一切一定拢是你有志有怪，是你有志造成的。既然安尼，我即马就去甲离婚姐讲，予你有志受着，伊应该得到处罚。不行啊，我若是讲出来。亲像嘛会受到拖累，以后伊着歹势破坏别人家庭的歹名声，行到倒位拢会予人滴滴嘟嘟。而且离婚者啊，若是知影伊予家己伤害红色反背，一定会真痛苦。啊，佮有院长佮院长夫人，伊的面子嘛拢会下了了。我到底应该要安怎做，才袂予秦秀佮丽芬姐受到伤害，佮会当予李友志得到假释？李友志，你这笨手，你这贱心，你哪会当做出这种代志？呀！
尤太，今仔哪有人来找我？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代志哦，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就顶个你替我介绍迄个政府工程啊，阮丈人哦已经帮我提掉啊。哦，安尼真好啊！啊，你是要来甲我拜托啥？啊，就政府工程需要铁棒哦，真正就歹找啊，高度爱五公分呢，而且过两工就要交货啊。所以我就想讲哦，今日暗时请陈老板甲一个厂商做一食饭参详者，看敢袂当哦，甲我斗相共啊。啊，尤托啊，我是真正想要甲你斗相共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真无拄好呢。暗时哦，我已经约朋友约好要食暗顿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无闲坐你。啊，那安尼哦，我先来啊，吼、哦，我叫你。好，对啊，多谢你。尤导，别烦恼啦，铁棒的代志吼，我会阁帮你问看卖啊。多谢你啦。你放心啦，陈老板无来无要紧啦。其他头家哦，我去请伊来食饭时阵，伊拢就阿萨哩啊，讲要来听话咧。我是安尼讲，啊，不过即摆拢已经几点啊，哪会拢无人来？搁等一下，我相信哦，伊一定来，吼。尤托啊，咱甲所有希望拢放伫个伊啊，啊，若是无人来，我……哦，来啊，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来啊，请坐啊，请坐，欢迎。在哪，尤托啊？我先来讲一声，等下我想要走，我好多该食饭啊，是嘞。啊，这一下，王老板，王老板，王老板啊！啊，你不是该约好啊？伊奈？王老板临时有状况，无法度啊。这种哦，伊亲身哦来甲我回信嘞啦。啊，回信嘞有啥物路用？我刚完是伊留落来，咱该说多些。大经理，来来，请，请坐。歹势啊，今日无法度家己食饭。坐一下，坐一下嘛。大经理，林董事长，来，李先生，歹势，我都留落来吃饭啊。啊，歹势。啊，林董事长，咱是要安怎？走了了就走了了，咱再去找其他厂商啦。哼，讲甲这尔简单，无你即摆找其他厂商来啊？先生，歹势，菜拢已经煮好啊，敢要出菜啊？唔免啦，替我包起，上楼算账，我们来走啊，多谢。菜店咪就该你包好势啊。多谢。石头，我先去洗手间，你直接等我。好啊。多谢各位大头家，这么啊豪华面子，拢来我家，无去尤托阿遐。来，来啊，多谢大家，来来，我敬大家，我敬大家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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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板，多照顾啊。来啊，来来来来。小姐，你辛苦了。陈老板，还佮有恁这大头家，尤托对恁遐尼啊信任。你哪会当厉害成创治？尤其是你陈老板，你明明知影尤托今仔日办到，就是要拜托这个头家帮忙调货，你搁超过伊，甲银行恶来恁家，我还向你甲我斗相共。
你乌苦拉好，幼兔条已经够过，即马阁想要长伊啊？你这样心肝哪会这凶啊？丽华，你讲话吼爱较客气了，我是好心报行李去予做呢，当时有乌苦拉去予跳啊？啊？你讲唔承认？那唔是你，幼兔嘛袂知影管政府的工程，阮就袂去签这个合约，即马就免烦恼违约的代志啊。哦，你嘛会烦恼违约？那咧当初幼兔害我去违约的时阵，你敢有想到？我嘛是会烦恼呢。嗯，幼兔唔是已经甲你悔过失礼，你嘛答应原谅伊啊？原谅？我了遐尼啊侪钱啊，就是讲，伊讲一句话失礼，我就会当出路线吗？啊，各位？哈哈哈！哈，你即摆到要安怎？无想要安怎啦，只是无你了解，找无货到底是虾米款的感觉？我即届啊，就想要看卖啊，伊到底是有偌大的本事？嗯？丽华，哪会去遐尼久啊？歹势，蔡先生在遮，我等来提。好。出去！哎，放手啦！你啊，出去啦！丽华，丽华，刘总，你看，给小林，给小林，来。嗯，来给嘉冠。好，麦克给哦，麦克给，来，嘉冠，嘉冠。员工，我拢知影。大老板，我刘涛少年唔当代志，过去有啥唔对，我甲伊罚10倍啊。陈老板，这三杯酒饮完，希望你会当做会到做会到。为什么开始？真正的代志，拢会当准拄煞。准拄煞？这是我的场呢。恁某走来这搞啊乌白乱乱的，你饮三杯酒，都爱我准拄煞。对啦，我刘涛。当然不可能，三杯酒就你当作无代志。嗯，来，这杯酒哦，我替你话请你，别跟我说多谢。我刘涛出社会走跳，那是你家己某都无在了保护，我今日出这门，我又不是大母囝。刘涛，你个爱家！我嘛爱你，甲我会记的。陈老板啊，后摆无落袂久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，直接来找我。那是继续去找就麻麻烦了。今日都唔是一杯酒，对咱解决。各位头家啊，我刘涛做人清清楚楚，不管你因为啥物原因拒绝我。啊，算定哦，来甲陈老板食饭，我拢袂计较。啊，恁若是想要继续甲我做朋友哦，会当随时来我办公室找我。啊，不过有一个代志要让恁知影，我李宇涛无爱计较，我代表我是一个会当让人软头青棍、让人食够够的人。阿辉，刘芬姐，你不是跟秦秀出去佚佗，啊，结果算安怎？我无出去，秦秀临时有一个代志，所以取消啊。
较无怪你的面色这么歹看。无要紧啦，你着等伊有闲的时阵哦，才做伙出去就好啊。我嘛是安尼希望的。莫这么失志啦，再接再厉，你一定成功的。多谢你，刘云姐，歹势，我阁有一寡代志要去找友信啊，我先来。哦，好啊，较紧去。我应该赶紧想办法，把咖啡的水抬起来。咖啡啊，李友姐，我要跟你讨论清秀的代志。多好，我多好想要找你讨论，咱在外口找到所在坐来头头讲。唔免啊，直接讲就好啊。这不方便，这是办公室，随时有人入来，咱出来讲啊。李友姐。你敢做，搁惊人知啊？不管安怎，我今仔日一定要讲一个结果出来。爸，别问啦。爸，啊，你有看我家伟无？你妈有代志要找你。哦，伊去永杰办公室啊，要那无我叫伊去找你啊。哦，免啦，啊无，咱先去你妈遐，啊等下做伙过去，还是抓个永杰参详。李友姐，趁即马无人知影你甲清秀的代志，你上好是赶紧离开，莫阁欺骗伊的感情啊！啊，阁有，你嘛莫去伤害着李芬姐啊！因两个人拢是无辜的。我无欺骗伊的感情啊，是清秀把我当作是伊正常男朋友，唔知大概代志要安怎？你讲我白贼？我无讲白贼，件代志我真正足无奈的。感情，你嘛看到啊？清秀对我爱这么深，你若真正想要苛刻，应该苛刻伊才对。清秀今仔日会变到安尼，拢是你害的。我早就知影，你正是为着要做陈家的驸马爷，竟然利用离婚是对你的爱，去欺骗所有人。所以你今仔日会做出这种欺骗查某囡仔感情的代志，这嘛是正常的。你唔通袂记，你是啥物身份？你才袂记你，你家己是啥物身份啊？你敢袂记你？你是陈家的囝婿，是丽芬姐的翁婿，是陈祖和平的副院长。你竟然做出这种偷来暗去的代志，啊？上可怜的就是丽芬姐啊，伊这么爱你，这么支持你，你竟然……你今日做出这种代志，我真正替伊感到这么大嘞！你好阿妹啊，较细声呀！安怎？伊今，我今仔日是来找你的，无是去找院长，还佮院长夫人，是因为我顾虑着清秀，伊这么单纯，这么善良，煞予你这卑鄙的少年欺骗感情，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伊以后是要怎做人？是安怎伫大家面头前徛起？李友志，你为着要维护你家己的权益，什么代志、什么卑鄙的代志，你拢做会出来？欺骗、温麻、讲白贼，你的婚姻、你的地位，拢是你这笨手，拢是你这笨手骗来的。你好阿妹啊，我知你真爱情秀。什么代志都替伊想想，要唔过你为着这样代志来找我冤家，根本就无路用。我根本无想要插清秀的代志，你两个吹气头，我嘛无想要插。所以你认为我敢会欺骗你？我自头到尾拢无欺骗伊的感情，是伊家己来找我的。伊敲电话给我，想康想我，想要接近我，我若无想要插伊，伊就变什么话？你讲我哪会怎才好啦？既然安尼讲清楚，我讲拢真实的啊！若是你有才调，你就甲带到远的，莫讲伊找我来讨我钱啊！你现在只叫我够空啊！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等你讲完未？你先讲下，你急！我是来跟你讲古话的，呀！你讲完未啊？谁把你讲的？我告诉你，小英啊！
你进来。大家伟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麻烦董事长替咱处理。对你来讲不是大事，对我来讲是。到底是什么事？妈，我们的工作上啊，已经无共啊，唔知你去外家。大家伟，这件事咱家己处理。你若是不爽快，我给你开心嘞。这件事就到这为止。家辉啊，你到底是安怎的想法？你有钱，今日电话。我应该，即马是讲出来，离婚证一定受到打击。家辉，你讲你有志是安怎啊？一定要我，伊伫外人的面头前讲我的歹话，怀疑我的专业，后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所以伊就跟我欺骗面啊。是啦。这件代志确实是我唔对，所以家辉唔再这样来生气。恁两个是头一天做医生是？不管哪意见不合，拢袂当伫个病人面头前起冲突啦，恁敢唔知呀？是啊，妈，我以后会注意。是的。好啊啦，家辉离婚。跟我来去办公室。你老实讲，您到底是什么原因受吧？爸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。是阮伫个工作上意见未合，唔知你起冲突，咁样简单？这已经唔是头一届啊！我知影，啊，不过家辉的想法真坚持，我老公都讲未听，唔知安尼甲伊冤家。我唔相信。虽然家辉真坚持，啊，不过伊无遐尼唔捌代志，一日敢为着同款的原因甲你起冤家？爸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兵工，哦，我来找家辉。阿爸，好啦，我老实讲啦，我甲伊冤家啊，是因为我怨妒伊。你怨妒伊？家辉才离了朋友偌久呢？你就甲当作袂熟的厝内亲人同款。我嘞，妈从来唔捌给我好面色看。你煞甲家辉当作家己人，我当然怨妒伊啊！有钱啊，我无亏待你呢。你即摆已经是副院长啊，这我知影。啊！不过我是经过偌济打拼，偌济时间，才让妈认同我这个囝婿。啊！不过恁呢，煞马上把家辉当作家己人，我当然感觉无公平啊！感情真是为着这个原因。是啊，而且我拄才讲话哦，较歹听啊。马家辉哦，马家辉挡袂牢，伊再跟我冤家相拍。尤姐啊，不管阮安怎栽培家辉，阮同款有予你上好的机会啊！我知影，爸，甲家辉起冲突了是我唔对，以后我会调整我的心情，袂阁发生这种代志啊！好啦，我暂时相信你，以后哦，你莫阁去找家辉的麻烦啦。怎样？
有志啊！不管安怎讲啦，你是我的囝婿，你莫发失望哦，啊！我知啊，爸，我要过好你对我期待。我甘愿让你认为我是一个无八成的查甫人，嘛袂当让你发现我个亲像代志。